首先要谢谢每一位新浪的网友，给我投票的每一位新浪的网友，然后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也谢谢你们喜欢古剑奇谭，喜欢百里屠苏，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你们会继续的支持我，然后我也会继续的努力，谢谢你们投给我的每一票。我问你，你问我。我问你。屌炸天，酷炫，帅气，屌炸天，哇！哎，我三维，我不记得了。Absolutely， 数不清。初二。初二。初二是几岁？算一下。十四岁吧。二零吗？什么叫处长？处长的男朋友。就十岁以内吧。上我觉得四岁吧最多。我不是。那我是团。我当过一段时间，不五分吧，五分。那你第一次干什么？对，那你说我们得三个分。为什么？算啊，算鸭肠、牛肠。再接再厉。我知道。我喜欢就好嘛。我是苏欧的。你苏欧的。市场。不要用这个词，根据地在北京。快来找我。很开心这一次接受了新浪的访谈，然后麻辣的女记者问了很多很多让我觉得头疼的问题。那我到底是怎么一一解答的呢？就请大家一定要收看这一期非常逗趣的李易峰的专访。